为什么要伤悲，为什么要流泪，莫非是黑夜里没人来陪伴你，相依偎，你伤悲为了谁，让我开启的心扉，也许我可以使你不再难过，爱我，爱我。为什么要伤悲，为什么要流泪，莫非是黑夜里没人来陪伴你，相依偎，你伤悲为了谁，让我开启你的心扉，也许我可以使你不再难过，爱我。我要用所有美好的一切换走伤心的泪水，直到永远，永远。为什么要伤悲，为什么要流泪，莫非是黑夜里没人来陪伴你，相依偎，你伤悲为了谁，让我开启的心扉，也许我可以使你不再难过，爱我。梁先生，是是是，特别隆重的给您介绍1987年度，而且是1988年将要诞生的一位明日的巨星。谢谢恒哥，谢谢。我个人对曲佑良相当的欣赏，谢谢。因为这人呢，完全扣月实力在咱歌坛，平常心讲，形生都无真好看，我一粒仔囝，敢那配他那感官。但是是安怎会得到金钟奖最佳的新人赏？哦，是这样子，我是得到金赏奖。哦，因为我真罕咧看电视，不管你啥物金鸟奖、金锤奖，我都唔知呀。是，哦，就是金赏奖。金赏奖，对对对。这人的心声嘛，讲出来呢，可能有真侪来宾阿伯看到伊呢，拢会提钱回开。因为伊个心事非常的坎坷，十岁的时阵，老母狗已经过身去。哦，不是过啊，归位，不是过身呐、啊。啊，他出国了啦。哦，
十岁，我咧靠呀！我讲的时阵，你个配合者，你讲好，即马贵钱阿未？未了，要未？啊，要未？好，拍摄拍摄。十岁的时阵，老母过去美国，对，剩伊甲伊的爸爸两个人，爸仔囝相依为命。是。伊十岁时阵，伊的老爸呢已经六十岁，对，会当算讲晚年得子。啊，对。但是这个情形之下呢，到底是要老的来用囡仔，还是囡仔趁钱给大汉的用？这真正真歹分。对啊，因为一个十岁，一个六十岁，对不对？你讲叫恁爸爸去做粗重的，做袂叮当，做袂叮当。对啊。但是叫你呢去压物件，你阁无力，因为你这个型已经二十几岁，对啊，阁敢那配他啦，啊嘛十岁的时阵要阁较可怜。嗯，对。在这个情形之下，以套炸上报纸。对。报纸上少，上永乐多，永乐多卖完了后呢，才去读书。对，从规工所赚来的钱，交因爸爸买分两买分，当然后村呢食饭。这种的友好的日子，经过一段时间了后，慢慢长大成人。对，到十四岁工，伫中年会议文内面呢，做拖拉机的捆工。对对。即我拄仔所讲的代志，拢是确实的。嗯，我真正无操蛋。亲像这种困苦，所即个成长的即个囡仔呢，会当讲啊，非常的不得了。所以希望各位观众朋友后摆看到伊，绝对爱甲伊支持。谢谢。我讲起来拢是确实的啊。对，都是真的。但是我想袂到你是安怎的情形之下来做歌星。无，都亲像拄仔韩哥你讲的，我薪水阁歹，还阁一粒仔囝。歹是袂讲真歹，你这个型比沈文成好看太济了，对不对？人迄个型个穿甲了袂掉啊，对不？唔是讲歹，是讲哦，较无从什么刘文正呐，对，较无安尼啦，较无遐烟斗。但是你性格啊，你有男性迄种气味嘛？哎，对，你是安怎出来做歌星？啊，就爱唱歌，吼，啊，就家己阁会晓爱音乐啦，那就自己这个写的这个。介绍信自己写啦，到一家唱片公司去推销的，对了，拜托你听看嘛。好、哦，我这个歌声会使未？啊，遐头家拢安怎讲？拢甲配嘴喏，拢甲你配嘴喏，拢甲配嘴喏。亲像你这种的阿敢来找我，我无应该要死，我一天来接你这两三摊，我就变做事了。因遐头家真正痴迷。伊嘛看到讲你即卖唱片卖家呢啊，迄当阵早就规日甲你签约啊。是。啊，尾也是拄到虾米人？尾了拄到我即卖唱片公司的头家陈富明哦，我嘛是送我的这个录音带，我家己录的，送去互伊听。伊也甲你配嘴暖？伊无甲我配嘴暖，配分两只。无，伊怎啊等一张纸互我叫我签约？这个陈富明是甲你签起来？哎，对。啊，这个陈富明先生，可能你即卖嘛伫厝里，你看阮这个龙影大。是。伫遮，我要感谢你。你因为你的这个眼目光目睭啊，遐尼啊清楚，所以咱中华民国又阁诞生一粒故青，一位伟人，确实也无简单。不敢，谢谢韩哥夸奖。今年几岁啊？23。哈，大家乐是吧？我无，不，我是签三厘的。来啊，继续。这首歌要介绍什么？给大家带来一首歌，是今年蛮流行的《今夜我想喝醉》。今夜我想要喝酒醉，来啪啪啪的，谢谢，谢谢。今夜我想喝醉，醉得忘了自己是谁。让我为你多留下一些眼泪，就算不好我也无所谓。今夜我已喝醉，醉得忘了自己是谁。让我为你多留下一些眼泪，就算不好我也无所谓。让我们忘了过去的一切，再给我们一个重新的机会。既然有缘能够相会，
让我为你再干一杯，今夜我已喝醉，醉得不知天地美，让我为你不留下一丝眼泪。为你多留下一些眼泪，就算不对我也无所谓，今夜我已喝醉，醉得忘了自己是谁，让我对你不会有任何防备，就算不后重新的机会，既然有缘能够相会，让我为你再干一杯，今夜我已喝醉，醉得不知天南地北，让我为你多留下一些眼泪，就算不好